先来拼红色的小汽车，把纸板拆下来。OK。这是猪爸爸，这是猪妈妈，开始拼装喽！把汽车底盘装好，底盘装好了 ，OK。再装上驾驶台，好了。哇哦！还有前排座椅 ，OK。后排座椅，后排靠背，再把另一半车壳拼上 ，OK。红色小汽车拼装完成。佩奇上车，乔治上车，猪爸爸来开车，出发去兜风喽！再来拼装轮船，把纸板拆下来。OK。这是猪爷爷，这是猪奶奶。先把轮船的底部拼上 ，OK。好了，再把船板拼好 ，OK。好啦，把另一边的轮船壳也拼好。OK。拼装完毕。装上驾驶台。OK。方向盘。还有船舵，轮船已经准备好了。猪爷爷来开船，猪奶奶上船，佩奇也上船。出海去玩喽 ！OK。现在是直升飞机小爱，顶上有螺旋桨，可以变成医院形态。小爱拿着药箱过来，准备工作了。长颈鹿要来体检，先测量身高。哇，好高啊！测量好了，再来照 X 光，一、二、三 ，Cool， 拍好了 ，Good。小爱来帮长颈鹿检查身体。没有问题，长颈鹿回去吧。哦，糟糕，小象受伤了。把医院变回直升飞机，出发去救援小象。小象快上来，飞回医院。到达医院，小象下来。小爱，快帮小象检查，是小象的腿受伤了，到病床上躺好。
来打点滴治疗。再拿一瓶药。小爱推着轮椅过来了，让小象坐上轮椅，回家去休息吧。把医院变回直升飞机，起飞。这是机器人小爱开始变形，收起左臂，收起右臂，合并双腿，升起尾翼，弯折双腿，收起来。小爱变成了直升飞机，起飞。让小爱再变回机器人形态，伸出左臂，再伸出右臂，放下双腿，然后张开，收起尾翼，小爱变回了机器人形态，出发喽！首先来拼装火车，这是火车底盘，它是绿色的。这是黄色的驾驶室，装上去，再装上绿色的部件，红色的部件，还有火车盖板。火车头拼装好了，打开驾驶室，小企鹅波乐乐来驾驶火车，调转火车头，出发喽！火车是行驶在铁轨上的。接着拼装火车车厢，这是车厢底座，它是红色的。装上轮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四个车轮子。红色的货箱装好，还有橙色货箱，黄色货箱也装上去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货物，把车厢和火车头连接起来。OK， 出发去运货喽！到啦，断开车厢，让波乐乐下车休息。艾迪来上班啦，出发。再来拼装一节车厢，这是车厢底座，是黄色的。装上浅紫色的货箱，浅蓝色的货箱，还有浅绿色的货箱，这是蓝色货物，装好。第二件货物也装好，全部装好啦，把车厢和火车头连接起来，出发运货喽。要小心点行驶。到达目的地，艾迪下车，任务完成。先来洗点菜吧。OK。洗菜胶，洗干净了。还有鲤鱼，洗好了。放好炒锅，开火，先来煎鲤鱼。翻面，鲤鱼
买来煎牛排。牛排煎好了，盛在盘子上。接着我们来煎鸡蛋。也盛在盘子上，放上汤锅，打开盖子，我们来炖鸡翅，盖上盖子，开始炖喽。打开看看，炖得怎么样？继续炖。在盘子上吧，放好汤锅，再来炖鸭腿，盖好盖子，开始炖。打开看看，翻一翻，继续炖。鸭腿炖好喽，盛在盘子上，再来洗些饭后水果，洗葡萄，洗好了，还有杨桃，洗干净了，来切水果和蔬菜吧。切开杨桃，苹果，最后是香蕉，切完啦。这辆就是我们的变形房车，打开它，出来野营喽。房车里有马桶、洗衣机，小男孩要来上厕所。上完厕所记得要洗手哦。洗干净了，打开洗衣机，妈妈过来洗衣服。洗好了，把衣服拿去晒吧。摆好沙发，还有桌子，爸爸过来睡觉。摆上灶台，还有冰箱，放好炒锅、汤锅，妈妈过来做饭了。先打开冰箱，拿点菜出来，拿好了，关好冰箱，开始炒菜喽。炒好了，摆好椅子，小女孩到座位上坐好，还有小男孩，叫爸爸起床，过来吃饭啦。妈妈也来吃饭，小男孩吃饱了，在沙发上坐好看电视，小女孩也来看电视。妈妈要来烤蛋糕，打开烤箱，把
材料放进去，开始烤喽！烤好啦，把蛋糕拿出来，关好烤箱，摆好桌子，把蛋糕放上桌子。爸爸过来啦，小男孩也过来啦，还有小女孩，吃蛋糕喽！野营结束，回家去喽。这个粉色的就是凯蒂猫的电饭煲，打开它，我们来煮米饭，盖上盖子，煮好了，用饭勺盛出来，放到碗里，再来煮西兰花，还有螃蟹，煮好喽，用夹子夹走螃蟹 ，Great， 放在盘子上，再夹走西兰花，把西兰花切成两半。切好了，也放盘子上。接着煮玉米，还有豌豆，开始煮喽。煮好了，用夹子夹走玉米，豌豆也夹出来。剥开豌豆，放在盘子上，再把玉米切成两段，也放在盘子上。OK， 还可以蒸面包，盖上盖子，开始蒸。蒸好啦，把面包夹出来，放盘子上，还有一块也夹走，把这个面包切成两块，在盘子上放好。OK， 再来蒸鱼，还有一条。蒸好啦，夹出来吧，放盘子上，另一条也夹走，要切开这条鱼，切好啦，放在盘子上吧，最后做成条汉堡包，拿上面包片，放上番茄、芝士、菜叶，盖上面包片，汉堡包做好啦。这是一辆警车，打开车门，警察来驾驶，出发。这是一架警用直升飞机，打开门，警察来驾驶，起飞。这是一辆警用卡车，打开车厢门，
察在这里指挥行动，关好车厢，打开驾驶室，警察上车，出发。这是一辆警用摩托车，让警察上车驾驶，出发。这里是接待窗口，这里是控制室，还可以坐电梯上楼顶观察。哦，发现了有个人偷偷摸摸的想进去商店里偷东西，要赶紧呼叫巡逻队支援。有什么紧急情况？另一警方单位十分钟后将会到达。警用卡车出发，请检查一下。警用摩托车出发。明白，空中支援即将到达。警用直升飞机起飞，另一行动单位十分钟后将会到达。警车出发，收到。巡逻队已经全都过去了。警车到达商店，打开门，警察下车。你被逮捕了，跟我回警局。警车返回警局。到了，打开门，让小偷下车。再打开监狱门，把小偷关进去。关好门，警察在楼顶监视，不能让小偷跑掉了。打开微波炉，烤一个巧克力面包，开始烤喽！烤好啦，用夹子把面包夹出来。面包放在纸盒里，再来整理这条鱼，整理好了，打开微波炉，把鱼放进去，开始做烤鱼。烤好啦，用夹子把烤鱼夹出来。放在盘子上。再打开微波炉，来烤一个蛋糕。关上门开始烤。烤好啦，夹出来！哇哦！也放在纸盒里。打开微波炉，来烤一只巨大的火鸡。开始喽！烤好啦！现在还太烫，等一会儿。好了，拿出来喽。放在盘子上，接着做个汉堡，拿一片面包，放上菜叶、芝士片、牛肉、菜叶。盖上面包片，汉堡做好了。打开微波炉，我们来加热汉堡。
完成，放凉一点，拿出来吧。哇，放在盘子上，打开微波炉，再来炸薯条，开始炸喽。薯条炸好啦，夹出来吧。放在纸盒里，最后切蔬菜和水果，拿上刀切开桃子、菜椒、胡萝卜、苹果，还有杨桃，切完啦。打开盒子，挂好勺子、菜刀、锅铲，再放好汤锅，还有炒锅。猪妈妈过来炒菜喽。拿一条鲤鱼，先把它切开，可以拿去煎啦。把鲤鱼放到炒锅里，开始煎。鲤鱼煎好啦，倒在盘子里，猪妈妈把它拿走。小猪佩奇要来炖汤，拿一个西红柿，把它切成两半，好啦。再拿一根玉米，也切开，切好啦。把玉米和西红柿放到汤锅里，盖上盖子煮。汤煮好了，拿给佩奇。佩奇要去喝汤喽。小猪乔治过来炒菜，一根胡萝卜把它切断，好啦。还有一顶蘑菇切成两半，切好啦。来炒蘑菇和胡萝卜，炒熟啦，倒盘子上，乔治拿去吃吧。来切个西瓜，切好了，再切一根香蕉，好了。猪妈妈吃西瓜真好吃，再吃香蕉，很香甜。切个芒果，好啦。再切个草莓，切好了。小猪佩奇吃芒果，好香啊。再吃草莓，酸酸甜甜的。来切哈密瓜，切好啦。再切个橙子，好啦。小猪乔治吃哈密瓜，好好吃哦，还有橙子哦，好甜的橙子。先来拼装搅拌车，这是车底座，这是车壳，装上去，还有链接键，装好。
再拼上搅拌桶，搅拌车拼装完成，司机上车，搅拌车出发喽！到达工地，调转车头停好，把砖块放入搅拌桶，开始搅拌水泥。搅拌好了，倒出来，任务完成。接着拼装环卫车，这是汽车底座，装上车壳，还有车厢，环卫车拼装完成。打开驾驶室，司机上车，环卫车出发。来这里收垃圾桶，把垃圾桶装上车厢，运走吧。到达垃圾场，调转车头，把垃圾桶卸下来，任务完成。再来拼装拖车，这是汽车底座，这是车壳，装好。这是吊钩，也装上去。拖车拼装完成，打开驾驶室，司机上车，拖车出发喽。到达目的地，掉头，吊起这个铲斗，拖走吧。回到车间啦，把铲斗卸下来，任务完成。最后拼装升降车，这是汽车底座，装上车壳。 OK， 还有云梯也装好，升降车拼装完成。打开驾驶室，司机上车，出发去救援。小狗丹尼被困在屋顶了，升降车来啦，掉头，升起云梯，丹尼快上来，降下云梯，丹尼得救啦，救援任务完成。